这个香气很牛逼啊！山姆和 Costco，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同一家，但后来从评论有问我，哎，老健，这个 Kirkland 1.75，看看它是不是垃圾盆，也是卖100左右，对吧？106，下不丢。Whisky。OK， 它一个油店，我们国内很多朋友们手很小，然后它瓶子后边就是有这个，所以它比较容易拿。但是啊，我就是要说，我觉得另一个瓶子比较好看，这个看起来就是有一点 low， 但无所谓，这个价格。我不是上次说有的是口粮吨吨吨无所谓，可乐桶的酒，有的是要偏吃，要慢慢喝，要喝的时候你有一个手指，然后这个香气很牛逼啊。这个我还是觉得你就考虑100来块1.7升，它没有问题啊，我第二天不会头痛，我也是点个赞 Cheers。